好，大家好。Hello， 摄影好。哎呀，今天摄影师翘班了，不知道去干什么了。我就是。所以这一期一番赏就只有我们自己来拍了啊。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抽的是那个 Eva 的新套，非常可惜啊，摄影师很喜欢这个 Eva， 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一期节目了。哎哎，那谁啊？这不是摄影师吗？我靠，他竟然自己一个人来抽，看你刚才抽了什么。文件夹啊，文件夹啊，还有地方，哎，口罩，有口罩，口罩，哦，好垃圾啊！摄影师不配是摄影师啊！没错了，这么飞也只有摄影师了。你刚才抽的是 Eva 最新号吗？看他有三个 C 都没有抽出来，我一个都没有，谢谢我，还想要吗？求求你们！有没有一些就是看得见的东西？那，嗨。摄影师决定上交工资。看一下这个盒框啊，它这一个日版的85块钱一发，哇，好贵啊，真的好有钱啊，摄影师。啊、别骂了，没饭吃。啊，这个月工资不知道够不够我们抽。现在一个 A 被抽掉了 ，B 已经没了 ，C 还剩三个，摄影师想要 C，B 的话还剩下一个 ，E、F 好像是画布，然后都各剩一个两个，然后 G 哇，怎么有口罩？怎么有口罩啊？应该是 H 是碟子，然后 I 是文件夹。好像剩的也挺多的呀。有5个手办，1/8概率。8/1概率，太简单了吧？十发之内拿下。那我现在抽第一发。C G 口罩，口罩一发入魂啊！没跟你们开玩笑啊 ！G A G G， 这怎么这么多啊？还有6个口罩，出！哎呀！今天很赚了，我们就走吧。咱俩停了，经过摄影师的苦苦哀求以后，很硬核老汉决定再来5发。第五发 ，C I、哎、有贴纸的文件夹，太有用了。太有用了，出了啊！准备锁门了。哎，最后一个。哎，今天第一个碟子。哎，第二个碟子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讲话？你不能讲话。你是什么乌鸦嘴？十八刚好。两个 A 和 C。nice 啊，今天。是别来了。这句话我听了无数次，但是。下次一定来。你说两个都要啊？两个都要，这个是一个月，这个两个月，你自己选吧。好过分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不是，不熟啊，不太熟啊。对对对，你都知道。我们欧皇不跟那个什么非洲人一起的，你知道吧？十发之内 A 和 C， A 我是没想到的，说实话。哎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？今天是 double Q 的日子，我们宰到了店，又宰到了我们摄影师，还是单身日。OK， 那这一次我们抽了8发，加上摄影师的那2发，一共拿了一个 A 和一个 C 回去，还有一些很精美的小口罩啊。欧爆了！你下期再见。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Run。